便问一下那个，不是我们现在在这边的朋友们啊，不是台东人的举手可以下吗？不是台东人的，不是的。哦，有呢。欢迎来台东。台东很不错，山也有，海也有。然后最美丽的就是我们常常说台东很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有14个原住民族，其实一眨眼就14个了嘛，但是我们台东有6个原住民族，哎，7个原住民族，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台东虽小，但是我们却如彩虹般一样的美丽起来。台东虽然小。这个瞬间要举目有这个，虽然小，不是虽小，虽然小。妹妹，姐姐这个讲话呢？妹妹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耶呀！誰よりも
No, no.
起来跟我们一起唱，因为这个是我的，我们也很想要这样子，所以我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童年的歌，现在还有在唱这样子，所以那个喝酒的，如果那个后面外面的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准备要来唱这首歌喽，有没有麦克风没有关系 ，Come on come on， 快点，好爱耶，快点啦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就不好意思。